这是奇妙积木奥特曼新品捷德奥特曼，这又是谁？这是全新大尺寸正版授权的泰迦三重斯特利姆积木，快给我！不给我，还有个重磅中的重磅要给你们看。那你快拿出来呀、就是细节强到爆炸，18厘米黄金比例，完美适配万代 SHF 的国产加特龙 MK2。切！哎，你们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怪兽而已，靠天花乱坠，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那必须比奥特曼厉害。那叫加特龙和捷德泰迦比试一下，你敢不敢？敢都不敢，看我把它拼出来，让你们见识见识这加特龙的厉害。就是加特龙，看着平平无奇呀、这才到哪儿？加特龙的积木骨架可是能拼出15处可动关节，等我拼好，惊艳你们！这黑黢黢的也不好看啊！你懂什么？看到这个金属质感的喷涂没有？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堪比大王的惊喜改装。这样看上去确实有点帅啊，能比得过奥特曼？那肯定比不上。师傅，超甲英雄系列有一套合金积木骨架，可玩性非常高。这就是奇妙积木奥特曼新品，国产加特龙 MK2。怎么样，怕了吗？切，我不怕你，有本事你就用加特龙跟奥特曼打一架。好啊，你们派谁出战？就出捷德。进攻。怎么样？就说加特龙很厉害吧？呸！我还没上武器呢。捷德，有捷德之德。比武器，我也没在怕的。加特龙之斧，中啦！啊！捷德之锤还没拿回来，我还有这条件，我先拿下你。我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两个打一双。看来这次新品加特龙确实很厉害。那必须啊，奇妙积木可是有30年专注积木的沉浸经验，是非常良心的国货品牌。经常玩积木的玩家都知道，如果你也喜欢，那就和我们一起。